我第一个都有问题耶，怎么会这样啊？等一下啦，有宝箱啦，太好笑了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觉得很好笑，连第一个都跳不太过去啊。我有很多障碍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加时间了。我现在有很多障碍啊，很多的障碍啊，太久没有玩了，障碍很多哎。喂呜，好多东西在丢哦。喂，哦哦哦，被击中了。哪知道啦？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噔噔噔，尖尖尖，他又跑了又跑了又再跑了又再跑了，跑跑跑，紧跟着他，哎哎，被。还好有那一个树帮我解围，呜呜呜！不要再打我了，不要再打我了，我是无辜的啊，请放过我吧啊！好了好了，我们走到这里啊，不秀，呜呜，要跳，要跳起来。为什么他都不会被打，我们就会？呜呜呜呜呜！这里还有东西可以吃，赶快赶快！呜呜呜！呜呼，有宝箱哦，宝箱不能 miss 啊、有骨头，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加油加油啊！哦，还有四分半，不晓得会不会来不及。喂，这里又有东西要跳过去了。喂，跳过来了。呜呼呜，没打到，没打到哦，四分二十秒。呜呜呜，又没打到。哦，他真的很强哎，他随便就跳过去了，哪有这么神的啦？有啊，他。走这里，走这里，他叫我走这里。喂，哦，穿过了，我们穿过来了，噔噔噔，穿过第一重，还有第二重哎，哦，什么东西啦？哎，有冰锥哎，加油好吗？我也很想啊。呜、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为什么这么委屈啊？喂，你到底会不会的啦？不会啊，根本就没来过。噔噔噔，因为是人家是 NPC 啊、，NPC 都作弊啊、真是的，再下去我就要死在这了。我快不行了，娜娜，我快不行了。你跟我说也没用啊。真的没什么妖怪耶，都一直在走这个。哎哎哎哎哎，哦，真是的，可以不要这么硬吗？不能轻松一点吗？不能。噔噔噔，感觉会失败啊，失败也是很正常的啊。喂，走过去。喂呦，差点没跳过哎。喂，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地板好滑哦。地板好滑哦！哦，喂！哦哦哦哦哦！差点没跳过来，赶快去吃。地板好滑，为什么他都不会滑、啊？他的脚的肉球比较多吗？是吗，娜娜？就是这样。他证明说你很笨。脚的肉球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哦哦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哦，冰起来了，冰起来了。哦吼吼哦吼吼，咚咚咚了，咚咚咚了，咚咚咚了，好紧张哦！先吃一下道具，小骨头，是的，使用。喂，不要再嘟嘟嘟了，搞得这么委屈哦，我们好委屈，还没到就快要死了，真的，真的。要笨哦。对啊，哎，这个怎么忽然就这样冷不防的就插上来了？我记得我们八那个什么九尾狐都没有打得这么委屈哎，走了走了走走走哦，还有三分钟，喂，喂，三分钟，雪地里奔跑不易啊，哎，要穿过第二层了，穿过第二层，这里要干什么？这里有雪球挡住我们，雪球哎，雪球。打到了，打到我们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啊！天造你怎么这么废啊？照理讲应该可以不怕雪球的攻击啊，直接把雪球撞破，
不行吗？哦，不行吗？这么多雪球，来了，继续往上爬。他已经跑到不见人影嘞。嗯，娜娜，他已经跑到不见人影了。都叫你不要去开箱子了。不要开箱子怎么行？有宝怎么可以不开？哎，这个高度很难，刚好很难跳。要跳下去了，要死了要死了，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，这个一定要吃，这个不吃不行啊！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，那我们要死在这了。不要了，道具吃一下啦，七个高骨头啊，吃的使用。我们第一次的 GG 就要 GG 在这里了。他跑到哪里去了？他跑到哪里去了？他跑到哪里？他人在哪里？哦，在对面。跑掉了！来，不，烧起来，冰起来了，不是烧起来，是冰了。喂、欸，我卡在这了，怎么办？哪招了？要失败了，要失败了。我们要失败了，我们走了这么久，要失败了。啊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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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安怎嘞？没安怎嘞？哦，没安怎嘞？哦，那里又有宝箱。你看，你看，又要拿宝箱，你看又拿宝箱。可是看到宝箱没有不拿的道理啊？有啊。怎么可能？对啊。噔噔噔。到底要过关还是要拿宝箱？当然又要过关又要拿宝箱啊。怎么可以放弃宝箱呢？噔噔噔。嗡。喂，快要到了，快要到了，哦，快要到了啦！喂，哦，又突破一个了，噔噔噔！小厨师笨蛋！哎，到了，看来没有很难吗？是这样吗？啊，到了！哦吼，没有时间限制了！哦耶，我到了！哦耶！恭喜啊，恭喜！没有死啊，我们到了！你怎么没有讲啊？我们到了。要这样讲吗？啊哼！什么？赶快念啊！给我准备一下哎！其实我也很久没有来这里了，是否能够到达目的地，还有过不安。那时候比一点也没变。先照这里就是月西佩仪深处的秘境。有秘境呢、欸，克罗皮克竹之乡彭克丹，噔噔噔噔噔，详细的情况我们一出就知道了哟、哦。为什么你不讲，要我讲？切！啊，哎呦，你讲太棒了。好了，安克穆喜爷的说法，霹雳卡就在这儿吧。如果不在玄东之石，玄东之石前找到皮利卡并举行三星的祈祷的话，等待皮卡木伊的就只有被冰封的命运。天照，接下来就拜托你了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要拜托我什么？撞你吗？是吗？去吧，加油！哦，露！不要每次去撞人好不好？啊，念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说这样很危险啊！太好笑了。那现在要我干什么？哦，撞这个树吗？这个村一点也没有变啊！天公，这棵断株之中。就是克罗波克族之乡彭克坦，虽然你一定很想进去听听大家的话，可惜对你来说入口太窄了。那就是一寸的故乡是不是？对啊，这么小的村庄哦。啾啾啾，这是打出的小锤，为什么忽然在这里？他不会是想要得天公报恩吧？哦，所以我们要打，还要打我们了，有劳您了。哦，的确，使用这打出的小锤变小之后，你就能进村了。怎么办？天公要进去吗？啊，每一次都问问这个干什么？进去啊！废话。点点点，
是啊，反正咱们得找到皮利卡，向村里的人问问也不过不为过。可我是不会陪你去的。跑进那个这种霉气熏天的村子，我引以为豪的头盔就要烂掉了啦。所以他不陪我们进去哦。所以他待在外面吗？那可以这样。哟、哎，一寸傲娇哎、欸，接近自己的村庄就傲娇了。哎呦，我们要进这个传说中的村子，一寸不想进去。一寸表示我才不要进去呢。噔噔噔呢，朋克塔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管你是什么东西，先存档。你什么东西先存档？我真的看不懂哎、欸。看不懂什么了？中间插着一根香菇，我不懂他们在干什么。噔噔，好了，朋克坦，朋克坦，我们来了。这里好多香菇哦。噔噔噔噔，有钱呢、欸！这个香菇里面有钱呢、欸？为什么？哦，还有墨葫芦嘞！哪招啦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娜，你不觉得很神奇吗？超神的吧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蜘蛛网吗？哦，娜娜，这是什么、啊？这一颗可以砍吗？哎、欸，不行，砍下试试看。不行啊！噔噔噔，我觉得不是蜘蛛网吧，丝线而已吧。丝线谁知的？哎呦呦呦，这里的门也好酷哦，两片叶子就当门。哦，两片叶子就当门呢、欸，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。来了，跟这个。背后有蝴蝶的阿雅，阿雅，你的话，你有看到画面了吗？啊，有了。哎，什么？你这只小狼还真小，而且还画着奇怪的妆。我是头一次见到村里有我们皮洛，哎，可洛皮克族以外的生物呢。可洛皮克族。我的名字是阿雅，有人请跟我给你们拉上。哦呦，为什么他前面头上要放蝴蝶啊？好可爱哦！我可以帮我一件吗？可以啊。对啊！之前好像也有过来自海外的世界在森林里迷路的人吧？那孩子仿佛丢了魂似的，神不守舍的走进森林深处，被幽门风吸进去。不见了，飞，那是飞，幽门飞，幽门飞，星星不见了。哦，幽门飞，所以我们就要去幽门飞哦。哎呦，改变音乐了。幽门飞是外面森林最深处的遗迹里，一闪能够完全不一样的时间和地点去旅行的不可思议的大门哟。那也有大门一旦开启，灾难的随之而来，这样的传言。虽然我们皮洛族也很少会去那个地方，可是那一年看到那女孩子魂不守舍的走进森林深处之后，我非常担心，就决定跟着她。结果那女孩子来到大门的一瞬间，突然门打开了，然后就把她吃掉了。啊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还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被吸进去了。念啊，继续念。那个女孩子就这样被吸进去了。我说蓝星人，这个事情还是去和张老谈谈比较是吧？不要喝吧，不要湿吧，不要喝了。比较妥。不要给对不起。念了那么多没中也很难得。哎呦耶啊， yeah! 拿到了。好啦，补一下那个好啦，升一下级好啦，升一下级，升这个。升血好了，布隆，还可以再升一个，布隆，哎呦，没有了，升不起了。钱包，存放零钱的钱包，我钱一直都不够啊，不用升钱。那村长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哎，他们都跟一寸长得好像哦。一寸的家人啊。银，哇，真是罕见的动物啊！这个森林所生长的树木，散发出一种特别的花粉。
怪物嗅到了它，都会感觉到厌恶，也就进不来森林里。